哔哩哔哩，然后刚好看到有小可爱催更。当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就是所以呢，现在我的妆已经化好了，然后呢，我就要带你们去逛我最喜欢的美国超市，然后我们要去买一些我这周会吃的零食，然后还有做饭要用的东西。其实我一般去买菜的时候，我都是不会化妆的，但是为了你们的观感享受，然后我今天就很快的就化了一个妆。 So 我们待会儿就要一起出门咯。我现在正在走去超市的路上，然后今天天气特别好，赞，开心。如果你有关注我的微博，就是我最近刚刚搬到了 New Jersey 新泽西，然后它跟纽约相当于是差一条河，所以呢，你看，就是我现在走去超市的这条路，然后隔着这条河，然后对面岸对面就是曼哈顿这样子。所以呢，我刚刚到家，今天天气非常热，然后我就就是聚集了一下我买的所有的东西，还有我之前在这周在韩国超市买的一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小就是东西小吃的东西，然后就想跟你们在这里很快的分享一下。第一样就是这一个 milk， 它叫 Oatly， 然后它应该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在美国非常年轻人很喜欢喝的一个奶，然后它是小麦奶，然后它喝起来非常的香，就很纯很香，然后很多现在很多咖啡店也会就是用它去做拿铁这样子。总而言之就是赞赞。第二样东西就是 ice cream 啦，然后这款 ice cream 呢以健康著称，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健康，但是反正它的卡路里是就是压到比较低的，然后它这一整罐卡路里只有280卡，所以我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家就看一下电影，然后一罐冰淇淋就没有了。下一个就是这款小饼干，然后这款小饼干呢就有点像面包片那样子，然后上面它有不同的味道，就像干的面包干一样，它是越嚼越香的这样的一个口味。其实就是在我回家的路上已经忍不住就打开开始吃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就可以就是吃完它这样。下一样就是绝对绝对不能少的披萨，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就是披萨不是那种我随时都想吃的东西，但是是我时不时就会特别想吃的东西。其实在纽约就是很多街上都有街拐角都有披萨，所以披萨并不难找，但是呢就自己做的话还是会方便和划算很多。美国有一点就是特别多的冷冻食品，就是你只要放进烤箱或者放进微波炉一微波就可以吃的，然后像我这种懒人 lifesaver 救命的稻草。另外一样我特别特别爱吃的小零食，就是比较爱吃的小零食，就是芝士棒。芝士棒的话呢，它也是就是如果你在减肥的话，然后可能 maybe 它会帮助你，
因为这款芝士棒就一根芝士棒大概就五六十卡路里这样，有的芝士棒一根是80卡路里这样，然后它也含有比较多的 protein 蛋白质，但是呢还是不能多吃，然后有的人不喜欢这个口味，但是像我个人我是非常爱吃芝士，所以就是那种就是 cheese 就是那种小切片的 cheese 我都很爱吃，所以这一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小零食小零嘴这样。下一款是这款我已经爱了很久的面包，你可以看到就是上面已经被我吃了两三片这样子，然后这款面包呢就是只有 Trader Joe's 有卖，然后它也是我觉得其实这款面包虽然这样很好吃，但是为什么好吃呢，因为它非常像国内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奶香面包，就是很浓的奶味然后很甜，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的，所以当然了这一块面包的卡路里可能就抵得上我刚刚一罐冰淇淋的卡路里， so you know 就是好吃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容易肥的。下一样 yogurt 就是酸奶，然后它会带一个零食盒，就是你吃酸奶的时候你把它一打开，然后把那个小零嘴的那个盒子这样一罐罐到它酸奶里面，所以它有不同的口味，像这个它就是它有带 pretzel 小面包碎片的那种拌在里面吃的，然后这个的话呢它里面有带 coconut 就是椰子小碎片，所以下一样印度叔叔的小煎饼，然后这一款也是就是你饿的时候放在锅里面煎一煎就可以吃了的，有点像国内的手抓饼的那个底。下一个就是冷冻食品，我买冷冻食品就是这一款韩国牛仔骨，它是已经调好味道的，所以做的时候也是就是把它解冻之后直接放在锅里面一煎就好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视频看完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不会做饭的男人，其实我是会做饭的 OK， 只不过当然了就是他做的就是他调的比我做的好吃 so 如果你们来我家的话我就做饭给你们吃，然后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是其实是会做饭的。 OK， 最后两样就是我买的调味料，这款是 Chili Lime， 所以呢它是辣椒粉和那个柠檬混在一起，我特别喜欢这种辣辣酸酸的味道，就是像在这边的话很多就是 taco 卖那个墨西哥卷的地方他们会有这种调味料，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尝试，就是用辣椒加柠檬汁真的是一个非常赞的搭配，就是我没试过之前完全就不知道原来可以这么好吃。这一款调味料就是我被很多韩国就是吃播种草的，就是当当当当就是超辣的火鸡面的这个酱，就我之前做面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手一抖撒了很多，然后最后就是我是一个很吃辣的人，但是最后辣到我都是吃一口就要狂掉眼泪酱，但这一款的话就是你加一点点都非常有火鸡面的味道，很香。怎么办，我又开始吞口水了。OK， 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的 grocery shopping 食物购买小零食然后加一些小调味料的分享，希望你有一个超完美的一天，然后告诉我你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很快再见，下周见，拜拜。